最近呢，这个金门的议题啊，大家都蛮关注的嘛。一开会，就开到第十五次，但是呢，本来说第十五次没有结果，本来在等下午会不会还有进一步协商。那后来呢，陈玉珍告诉大家，双方的这个沟通歧义点相对减少了，希望可以和顺的解决，恢复两岸友好。然后官员因为回台湾的关系，所以大家就。当时候下午的时候就在想，十六次协商会是不开了，然后海巡官员突然间搭这个候补机位就回到台湾了，所以今天的确就开到第十五次，所以说现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默契点，可以让这整起事件好好的落幕呢？我觉得双方的争执最主要还是在道歉哈、那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因为等于说是我们这边有过失啊，这个过失是怎么样的过失呢？就是啊，你的执政，你的那个执法是过当，好，这个其实他是已经非常清楚了，啊，的执法过当造成粮食，那这些人为什么会回来？我其实因为我今天也在关注，那他最主要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最主要是因为立法院明天要管碧玲，啊，去做报告，然后把这些在第一线协商十五次的官员找回来。就是说要跟管妈做一个沙盘的推演，哦，那毕竟因为立法院这一场管碧玲的表现，因为他是为了保官位在那边做一个反中的抗争嘛，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做法。那今天当然不能有答案了，今天如果有答案，明天哦，那他怎么讲？你都妥协了吗？你都怎么样？因为他已经把这些侧翼跟他的那些独派的那些支持者的那个灵魂把他招回来，再挺他嘛。那今天看到这种情况，你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大家吵了半天，就是我们看到这些蔡英文时代的旧官僚在抵抗新的国会，新的国会是新的民意。那这些旧官僚其实他们是在保官位，大家都在保官位。那希望说他们的抗中可以获得赖清德的基本票。嗯哼，赖清德的基本票是什么？是这次他的基本教育派，他拿了40%。那这些人现在变成是挺管碧玲的，所以挺邱泰山的，那这些人如果他们挺下来的话，新的总统上任以后也不会换他们，对，因为所以他们现在是希望可以延续519之后还有他们的位置，继续当官嘛，那继续当官以后管碧玲的盘算，我判断了大概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赖清德上任以来让我继续。当海委会，你知道海委会在哪里吗？海委在的办公室在高雄啊，他不是跟我们一般部会不一样，海委会是在高雄上班的，所以管碧玲如果再给他两年，那他两年以后他就可以选高雄市长，大家都他想选高雄市长，路人皆知啊！天哪！陈吉卸任的时候，管碧玲喊出一个口号：花妈做完，管妈做。好，那2016年的时候。那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想说，哇，他这么想做啊，没有错，对，他认为谢长廷卸任本来就应该他，可是因为他们的那时候等于说大家在抢的时候被陈吉拔得头筹嘛，因为有党内的出现，那他认为说陈吉的声势也很高，所以他对陈吉陪着很多的小心。那陈吉卸任以后，他认为应该我做，花妈做完管妈做，那没想到民进党党内还是有一个出现，对。那没想到变成他自己的谢系，他又跟赵天麟抢得不可开交。那后来驻日代表谢长廷就跑回来协调，那协调当然他们谢系是比较挺管嘛，因为他比较资深嘛，那后来当然大家也知道那一场选举对他们其实不利，对，因为什么？因为韩国瑜当选了嘛，民进党出现的是陈其迈嘛，那可是陈其迈接替下来的话，两年后他。等于说两任任期就结束了，所以管碧玲现在还在思考说，他要选这个位置，这是路人皆知了啦。但是如果他现在就下台的话，这两年来他没有位置，他就很难有表现，就没有办法无缝接轨2026了，没有舞台嘛，没有舞台。可是他如果现在抗中抗得很那个，你知道他要选的是高雄市长，他不太需要中间选民了，因为那边的。很铁嘛，很铁，对，所以你看管妈就是抗中的大将，他把这味道把它弄出来以后，对他非常有利，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金门大家都很着急，希望能够赶快协商完成，对，对不对？那还
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些官员今天必须要回来。为什么？他们去排补位啊？排补位表示什么？表示是很仓促的。我势在必行，今天突然要回来，因为他回来晚上要跟管碧玲来做一些沙盘推演，明天在立法院我们要怎么样？那你们在第一线到底有碰到哪些问题？对，好，那到底你们协商对方的要求或怎么样？这些他一定要把它弄得非常清楚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所有人都在陪管碧玲一个人在、在海峡在金厦海岸这边还在，大家都还在游荡，在摸摸游啊。那这个其实对整个台湾或者对我们整个整个海域的安全或两岸，其实都是非常不公平的。对，而且大家没有想到这起事件居然没有办法好好的解决，居然呢拖到了第15次的会议。好，刚才呢董哥也讲破了哈，管妈的心声是不是民进党已经布局到2026了呢？好，这一场其实朱凤莲前两个礼拜就已经把它戳破了啦，他就说啊，管碧玲就是在他自己的政治秀嘛，所以丽政姐丽将军明天其实大家都说民进党呢礼拜一可能会甲级动员。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比如说管碧玲又来了，他居然把这个专案报告的名称呢给改掉了，可以这样改吗？他把它改成什么呢？我先念一下哦，原本的议程好叫做金门撞船案的帆船执法过程及后续处理，结果到了管碧玲这边，怎么会变成这样？不接受内政委员会排定的专案报告名称，他觉得这是违背事实的名词定位，直接把它改掉，改成叫做取缔大陆级快艇事故的专案报告。但高金素梅也说啊，这个专案报告不是立委随便取的呢，他们是源自于海巡2月20号直播的时候啊，当时不就讲吗？金门海巡艇跟大陆渔船碰撞案的记者会，所以现在国民党也一起来了。明天在立法院啊，肯定又是焦点，因为呢，国民党现在洪孟楷也说啦，请教过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哦，啊，可以这样子改吗？他说，行政部门擅改立法院专案报告的标题，这个叫做严重藐视国会，还有行政权，完全侵犯立法权。请问我们还有三权独立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管碧玲有没有资格去改立法院的会议名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立法跟行政两个院是彼此互相尊重的，位阶是应该是一样高的，然后立法院应该是监督行政单位的，所以说你立法院开会的名称，你行政院单位，你凭什么部会单位凭什么去改人家立法院会议的名称？你这个就讲不过去了。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